哈比女神邝洁莹同富二代男友 Ricky 拍拖多年，感情稳定。即使之前男朋友全才坤，佢一样力撑获赞好女友。近日 Judy 突然上载咗多张婚照，加上手上嘅闪钻戒指，莫非系好事近，准备做人妻？令堂妹都忍唔住留言问：第一眼以为你 ，Judy 就笑言：我谂我唔会用 IG 话你知嘅。相隔几日 ，Judy 终于亲揭真相，原来只系叫朋友打卡影相咋。